亮着心肠。妹妹你看这前不罢寸后不罢店，深更半夜寸步难行，岂不是到了绝路了吗？兄长你不要害怕，虽然是深更半夜，可前面的路啊我却看得清清楚楚的。哼，你看得清清楚楚，我也看得清清楚楚。既然你也看得清清楚楚的，那我们就走吧。再走，除非我把你送进阴的府。兄长，你怎么好好的骂起我来了？骂你？这倒不是骂你呀，老实告诉你吧，今天晚上你不死，我就死。你死我就不死，你先死我后死，你后死我先死，你想我死我就想你死。再送你走就是等于我自己送自己死。兄长，你在这魔化吗？魔化死人就爱说死话，说出来了你也不必害怕，这皇府的根是我打的，银子是我爹的，丫鬟是我杀的。我要说你上京告状，你想你看这告的是哪国的状，还是我死还是你死，我就不会算账吗？兄长拿命来吧。
八国旁一朝忠臣绝路高，不因故乡江中水，枉做锦绣满龙袍。天马李先明，洛阳人士，大比之年进京赶考，龙虎榜上夺得头名状元，坚强果敢，俺家陷害，将我一文带武出征边关，一去十载，不知家中音信，且喜得胜回朝，万岁大喜，奉我半家王之职，今日上朝奏本回乡信，请乡亲。王爷呀！
与他饮浆。王府不必笑周小仙，如父九死一生，问他可有此胆量。是女子请了，前来王府告状，这上有公堂，下有天使，你可有此胆量？只要甚愿，随此何计？王爷，今日冒死甚愿。好，回府随我来。告的是洛阳的黄延忠么？正是。
我老虽然官退，岂容你乡下女子告状？何臣有道是顽子犯法，与民同罪也。好一个顽子犯法，与民同罪！你可知状告过老，按律责当20大板？来，好，给我用刑。好。
来婚姻，本王子自有花落，你且下去回堂。王爷，我告马投旨还有二日。你还有二日？不知你这二日状告何人？我状告洛阳知县郭子明。告状女子已有名分，状告地方府官，向责打死神。要说他是三官不臣，他是个大大的三官。日子说来，我要说这四十不该打，刚才那二十啊，你都打错了。Yeah。
将神日苦批准土财害命，理当成命，你且下去退。你还有四季，真是本忙准的快，你就告无敌快、哎、莫非你的衣服是装置灰、真是本忙准的快，你就告无敌快、哎、莫非你的衣服是装纸糊的，到了尽头想起东家与你有仇，死一块告东家，西家与你有缘，死一块告西家，是也不是啊？不是衣服用装纸糊的，死一块告一块，原是一件大赚，改做四只小篆。那你为何不拼成一只稿呢？原先拼作一只稿，他言辞过多，王爷听了啰嗦，红和笔记不起，故而破词而告。好一个破词而告！不知你这四庄有高何人？头顶不知咋巧，有忙何必为忙改造、哦、有人敢告，无人敢写；有人敢写，无人敢受；有人敢受，无人敢判。啊，好大的口气，莫非你是要告天？不告天。告地？不告地。告君？不告君。告臣？不告臣。天地君臣你都不告，难道你要告？哎，本忙不成，淫女不敢。我量你也不敢。啊，告状女子，你这四庄究竟是告无敌何人？我不告天，必作告天；不告君，必作告君。我告天字出头，王字加点，二字一笔，王爷。你要在此啊，在前喽！告状女子，你嘛不是来告状的，你是来与本王打起子谜来了。天子吃头为父，王子驾殿为侄，父侄。告状女子，莫非你是要告你丈夫不成？我正是要告那不义之人。告状女子，你嘛只知告状，不知礼与条，待本忙我教训你几句。就请王爷教训。古来有礼，女儿家在家从父母，吃过逢丈夫，父亲父亲，父是妻之天，你怎么能告丈夫呢？王爷，民女也有几句话，冒死请教。哦，请教什么？
这夫妻揭发，降秦日宾，同胞弟兄，骨肉亲身，社稷之邦，孰为不仁？各兄弟，孰为不义？不义，谤法难辱。谤话！我家父祖正是那不仁不义之人，难道不准老夫我一棒？哎呀呀！本难我做官做到现在，才碰上了一个对手，什么也胜不过你，将也将不过你。好，准你一个谢王爷。李先民，大胆妖狐，竟敢冲撞我家王爷的御官，来，好，大刑伺候。且慢，这个你们家王爷叫李先民，不准告状女子丈夫叫李先民吗？啊同行者甚多，免刑。好，哎，你们这些糊涂的人，用你上前，不用后退。告状女子连朝外鬼，准你告来。
好壮女子，四只壮子吗？本王只收三只，还有一只本王不收。但不知哪三只能收，哪一只不收啊？头三只本王能收，另为妻子告丈夫一只，本王我判断不了，我是不收。前三只转收与不收只是搭配，后第四只转妻告夫如无着落，还得要迁就迁就啊。哦，就是你呀，还要讲究讲究。前三只转都是那第四只转引起的，要不是李显明富而不仁贵而不淫，怎么会害得我家破人亡啊？莫非他是人吃本王来了？我不免将计尽无计。啊，告状女子，你一来告状啊，这儿来做什么啊？一来告状，二来寻父。你是才告他吸毒款吃，恨不能啃他几口，既告他嘛，何必还要找他呢？王爷，好不起结发年缘，恨在一边，痛在一边，只有告他才能找到他，只有找到他才能大面对神对问啊。好一个对神一问，不知你的丈夫现在哪里？我的丈夫嘛，闻听人说他也得了高官，不在相府就在王府。在哪家王府？就在你王爷府里。本王府里。对，本王府里亲是个官员，叫做李显明的，只有令箭一支，你去寻来也就是了。民女不去。为何不去？我的丈夫不在那里。哎，你还不曾去找，怎么知道他不在呀？下面听着。前有告状女子要在本王府里寻她丈夫，尔等不得交头接耳偷看中间，为者划去啊。